心跌咗个锁匙，插穿咗我哋嘅胎，而家老公喺度换，真系祸不单行。搵泊车位已经难啦，仲要爆胎，唉惨。A few moments later， 唉，我哋终于行到入嚟啦。最出名咧就系佢啦，虽然咧年纪好细，得24岁，但系真系唔好睇小佢啊！佢系最佳嘅进攻球员，佢曾经为自己嘅大学阿拉巴马大学率领校队战胜咗佛罗里达大学短吻乐队，赢得东南联盟嘅冠军。后来咧亦都俾费城嘅 Eagles 咧选中咗佢，咁签约咧就为期5年。大家估唔估到佢净系签呢5年有几多资产呢？就系2.55亿美金啊！哇，即是每年平均5000万美金，到底我哋要花几多嘅时间先可以赚到呢一个金钱呢？呢个简直是天文数字啊！
啦，咁我哋睇咗一阵之后咧，就行一个圈啦，咁咧就睇下咧今年夜晚嘅现场情况啦，顺便咧带仔仔感受下咧现场嘅气氛。咁今年咧，我哋就选择夜晚啦，咁现场嘅夜晚气氛都唔差，即系同上年咧晏昼睇嘅都系一模一样，都系好多人嘅。咁咧顺便睇下咧 Eagle 嗰啲嘅 fans 咧最中意着啲咩 number， 咁大家同我一齐去发掘下啦。咗呢个嘅 Eagle 嘅练习啦，咁今次咧嚟呢个 Eagle 咧都有啲咧气，我都冇谂过，因为咧我哋中途咧嚟嘅时候咧又揾唔到位啦，揾咗差唔多半个钟至九个字咧，跟住突然间中途爆胎，点解咧？就系、是、无端端咧有个人咧就唔知系咪过马路嘅时候咧甩咗条锁匙，咁跟住咧老公一掟个靓弯咧就听到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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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我哋又怀疑吓唔系啊嘛，真系咁黑仔爆胎咁样。咁啊，跟住一落車睇，哇頂！真係無端端有鎖匙插咗喺個碌嗰度，然後咧就係咁聽到啲漏氣聲，跟住我哋就喺度諗啊，究竟我哋去揾 Triple A 整車好啊，定老公自己快啲嗱一聲整車好咧咁樣？跟住，唉，老公就喺度諗到幾分鐘之後就決定整啦咁樣，跟住嚟到呢度啦，咁啊以為開頭見到啲人哇走曬嘅咁樣，係咪開始散場呢？咁啊幸好又未，因為而家咧我哋係睇到九點半，係啦，差唔多睇到一個半鐘啊，有冇啊？係啊，睇一個半鐘啊，終於係啦。咁啊，我哋咧頭先咧拍嗰個位置咧喺 Q 嗰個 parking lot 嗰度，原先係 K 嘅，咁佢就安排咗我哋 K 啦，但係咧，唉。總之今年不知道是不是因為今年 Super Bowl 它進入兩強的關係，所以它今年特別多人看，還有首位特別深嚴，我們找極的 parking lot 它說 K 不行了，要去到另一個位置，去到那個位置說叫我們去哪裡，那個叫 Fargo 是嗎？係 Well Fargo 啦，跟住去到嗰度咧又話唔得喎，跟住我哋就爆胎，跟住之後最後又揾到另一個地方泊停咁樣咯。係啊，今年真係好厲害，同埋咧入場之前咧又叫我哋唔好帶好多嘢啊，又話唔俾帶 stroller， 所以你見到我咧無端帶咗兩個袋透明嘅嘢，因為佢話要指認透明。但入到場咧又俾帶 stroller 嘅喎，唉真係混吉嘅真係。你睇下我老公孭住個仔幾辛苦，係啦就係、是、咁樣啦。不過今年嘅體驗都幾好嘅。是的，因為個氣氛
係夜晚啦，特別多啲。好啦，繼續講埋先，因為頭先咧我哋要過馬路啊。咁咧今年咧點解氣氛話特別好呢？原因咧今年入咗 Super Bowl 兩強啦。咁啊雖然咧唔可以最後成為最強嗰個啦，但係咧佢有一個人係 Number One 係咪啊？係特別好嘅，我見到入到去咧買嗰啲衫咧勁貴，成幾百蚊一件。咁啊勁多人買咯，同埋買嗰啲煲啊，特登要嗰個 Number One 嗰個人咧就去簽名咯。係啦，見到個氣氛係現場係勁激烈啊，興奮啊！一講嘢咧，佢就有個人講嘢咧又特別興奮，又勁多人歡呼啊咁樣。甚至乎我頭先排隊去影相咧，都有人嗌口號咯。唉，咁好啦，咁我希望下一次咧，我都去留心睇下，都知道講多少少，因為我本身都係嚟咗三年。但是呢真正看的呢又不是很多，不過我今年都有追的，但是就不是真的很熟悉的球隊樣咯。不過如果想了解多一點你們都可以去看看，因為我看到其他州呢來 New Jersey 甚至乎波士頓下面那個什麼 Island 啊 Rhode Island 都有人特登揸車過來看的，所以呢我想這個的Philly 這個的 Eagle 都真的挺出名的，所以如果你住在美國呢不妨真的看看這些球場球賽，大家了解多一點可以深入下了解下美國的生活和文化。好啦，如果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呢，記得給個 like 我啦， subscribe 和 share 給你的朋友，記得下面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啦。好啦，下條片再見，拜拜。